哇哦，看到没有？不会眨眼。刚刚那个就是神速叠飞哦，嘿，真的是很厉害。我们没有快速转带 ，OK？ 是的，这项运动呢，目前呢、在学校里面呢是相当流行的哦。只要在最快的时间内完成一个程序的神速叠飞，那就是我们的叠飞高手了。对，刚刚可能大家觉得我们在影片上有做一些手脚，我跟你讲，我们请嘉宾出来试一试就知道了，证明一下你们就知道了。对，有请我们的两位嘉宾，我们的陈志云先生还有王喜，欢迎欢迎。是的，两位大哥。两位大哥好。来，有劳两位。为我们叠一叠这个杯吧，看你们是神速还是快速。很容易啊，看起来很容易啊，要试过才知道。志云大哥先来，先试吧。你叠了别人的杯了。好，到我，到我。对，我比较简单一点。OK。你这个叫变魔术吧？好，你猜哪一个杯？哪一个杯？你猜。那杯什么？来个这个背对了。好了，真的，我们示范出去真的不容易吧？好难，一点也不容易，因为我的手不听话，我的脑袋要不听我脑袋的话，我要把这个放进去，这个放。是，真的很不容易，不跟两位没关系，做不了这个叠杯高手，可以做业余的叠杯高手，可以吗？我们请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专业的叠杯高手。今天的五位小朋友哦，他们速度很快，尤其两兄弟呢，他们最快的速度是8秒。我们请他们五位来秀一秀。对啊，因为有双色啦、三色的，不相信我们一起看一看他们精彩的表演。哇哦，大概是10秒、11秒，第一位小朋友就已经完成了，真的是手脚很快，对不对？好了不起的小朋友哦！我看这个运动好像是比较适合小朋友来做。对对对，因为手脚比较。谁说的？谁说只适合小朋友的？我们郑家三姐妹也是叠飞高手，好不好？哇！干嘛年纪那么大的人也跑出来叠飞？口气很大，年纪大，口气大。怎么说呢？也受训了2个月了。对，如果没有差错的话呢，我们应该是可以跟他们比较。是的，2个月就要跟人家较量啊！我们的小妹妹啊，个个都是战绩辉煌的哦。你问一问小妹妹，问一问。是，妹妹，姐姐们要挑战你们，可以吗？怕吗？不怕，不怕，来吧，来吧。好，那我们就试一试，让两组来交锋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准备一下，来，好。那我们看看到底是这边年纪小的，还是这边年纪稍微比较大一点？那就各位哦，一点点。好，准备好了，我们现在开始。哇哦！小妹妹让你们哦，故意掉一个杯哦。哎，不相上下哦。其实这个是心理战术，是。哎，好，完成了。慢慢来，相比不要紧张。大姐加油！可以，不错不错。姐姐做的也不错啦，2个月的时间就练成这个样子。对呀、啊，你看掌声多么热烈哦！对呀、啊，来参加全民的王牌来了，王牌呀、啊！王牌来了，妈咪的表演啊！我跟你劳斗啊，我们整天吃饱没事做，为什么没有叫我们一起来参加？这场表演要捐钱的哦，只是出力可以吗？当然不可以啦，要出力啊！好好好，要出钱。老豆怎么这么吝啬？还是妈咪比较大方啊？你叫我妈咪，你跟我差别。演了演了 ，OK。所以你们王牌出来，我们要找人来跟你们挑战吧？单手的，我们用一只手。哦，单手，单手可以吗？单手可以吗？两兄弟单手可以吗？好，那我们让我们来试一试单手叠杯，我们掌声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来吧，来，来，我们的王牌队领赛现在开始，加油！哇，真的是要互相配合，因为一人一只手不简单哦，又要了解对方做些什么。
不错。不过我们还是有水准的。对对对，因为他们是世界级十八名，我们是二十名以内，就差一点点而已，就小那两名了。对对对对。不过最重要就是我们大家是一个团体，想为这个人慈筹款纪念力。好，也就是说现在要同心协力，对，一起来叠杯子，是不是？是。好，那我们请所有的朋友各就各位准备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同心协力哦，当然我们也希望呢，在家里看这节目的整家人啦，大家同心协力为慈善经理，快快拨我们的捐款热线。是的，他们将会在一首歌的时间内呢，表演各种花式的叠杯哦。好，马上就要播出我们的这一首歌《热情的沙漠》。真的哎，挺不错的哦，真的很不容易、哦、很紧张的，今天手会抖啊。是啊，有时间嘛，你会是人叠人杯子叠杯子，什么还那么喘，手还在抖。我那时候有多冷啊，有多冰啊，好恐怖，真的不容易啊。真的很紧张了，我看我现在手还在发冷，哎呦好冷哦，所以在小孩那边取暖，抱他。好，其实一家人呢在做这个慈善是很有意义的、啊。那要提的是这群小朋友，其实他们平时呢下了课呢，他们晚上还要一起来跟我们上课，我们训练大概一个多两个月。对，我们希望呢能激发在家里看电视的家人呢一起行善呢是最快乐的，请拨电话、哦。是的，其实今年呢我们参加演出的这个小学生啊，比我们的艺人还要多、哦，小朋友。会不会觉得呢有机会来参加这个慈善的表演可以帮助到人，感觉特别有意义呢？非常有意义。哎呀，你非常乖啊。希望在家里收看节目的小朋友呢，也可以问问爸爸妈妈，如果他们同意的话，也可以拨我们的捐款热线哦。那再一次提提我们的捐款热线好不好？好，五元请拨19001128888，十五元请拨19001128889。是的，仁慈医院的病患呢都很需要我们的帮忙，就好像胡先生呢就是其中之一了。胡先生跟太太呢原本是有一个幸福的小康之家，可是很可惜的是胡太太生了一场大病之后呢，他们的生活就天旋地转。